一日之计在于心啊，一天的开始啊，从心起欲光动心啊，一直到微妙、静妙、微妙，总是呢，每一天啊，日夜不停啊，时间呢？都是安尼不断回息，掉毛瞬间啊，无不多时呢，安尼伫咧交替，前个微妙，安尼呢，交替交替啊，一直呢，前后前后啊，不断啊，累累积积啊，真正是真微。秒，也是微秒中啊，安尼伫咧交替，这就是循环呐、啊，无始无终啊。到底什么时阵，和这个时间呐、啊，这么只幼细微秒，安尼累累叠叠啊，不断。交替过去，其实咱拢无法度去理解呀、啊。也就是啊，时时都要甲大家讲，咱爱把握当下，行持刹那，当你一念心起呀、啊，好念呢，咱爱及时。把握，把握了这个好念嘛，那心不动啊，就安尼呢，为咱的生命中的方向，勇往直前啊，都是伫一念刹那的时间，好好把握，那就是咱的英雄咯。心念行为，咱爱不断好好把握的哦。啊，人生啊，这是喜是喜呀、啊，到底呢，都是在这个时间中，在不知觉中，安尼在咧流逝，喜是啊。都是在咱的生活中安尼过，但是呢，咱人人啊，这个一念啊，造就的烦恼、起心动念啊，烦恼啊，的累积呢，却是真真哦。所以啊，有了这个烦恼累积。接吧，造成了迄个业业累啊，那就是真真咯。佛陀来人间，就是要互咱会当了解啊，咱的起心动念所造就呢，迄个业累，咱要安怎来解开呢？这个业。所累积因缘果报啊，从时间、空间，一直到人甲人的中间，连绵不休啦。这呢是咱凡夫啊，在梦当中不断累积，确实呢。无法度清楚理解，这佛陀啊，来人间就是为着要予咱理解啦。啊，要理解呢，是谈何容易啊！佛陀要予咱了解真实法，就是呢，咱无从。理解无法度呢，通去理解佛陀从内心所讲的话，
我都用种种的方法，咱也无法度通体会，所以啊，就爱将真实法啊，成为方便法。所以真实法甲方便法呢，到底是啥物呢？佛陀已经用四十几年的时间说法，用善巧方便，无不多是要让人可以体悟，但是要体悟啊，实在还有距离啦。这个距离呢，到底是差多远啊？现在科学发达啦，天文学内底都讲啊，其实呢，咱现在地球所看到的阳光，已经呢是伫太阳射出来的时间经过了8分钟，咱才看到一道光出来啦。伊发射出来是光速，用光速来算啊，可是啊，距离真长啊，可见咱地地球的面顶伫咧生活，甲咱息息相关的太阳，都有安尼遮尼长的距离啊，伊的光，咱的光。咱所接触到一光呢，是8分钟前的光啊。可见啊，这个光呢，现在这个光，甲8分钟前迄个光啊，到底有共啊无共啊？是一道共的，不过呢，感觉起来真虚，不是即时，是差。8分哦，所以呢，这到底是实还是虚呢？所以讲起来，物是虚空啊，事实是虚啦。光太阳光是真实的光啊，不过呢，离咱是8分钟前的代志咯。不过，咱的感觉是伫现在，即时现在。不过，距离呢是安尼的差别，时间啊都是安尼。所以啊，就事实即虚啦。啊，即实虚中啊，确实真空之妙。这真正是真空的妙有啦，吼！那伫咱讲起来，那也是8分钟前的代志。你哪会讲伫即嘛？唔是啦，8分钟前啦。啊，唔过呢，啊，我到即嘛才看到呢。那这8分钟，我已经讲遐济分钟啦。这光啊，光速是不断顶贴啊。轮回不断顶贴累积，吼，这种呢，是的，就是啊，距离遐尼久，才会到达咱所感受的。咱所感受的呢，还是不断轮回，滴滴过去咯。哈，伫世间呐，咱真正是妙有啊。真空之妙意哇，这种的真空妙意哇，为宇宙大觉者目连知啦。佛陀的大觉啊，伊会当觉悟了后，宇宙间呐的真理。所以讲起来，宇宙大觉者真正。咱爱将心呢虔诚敬敬，啊，真正呢
爱尊敬啦，爱恭敬，这种的大感的智慧，其实佛陀都甲咱讲啊，这种的感是人人本具啦，咱拢是脱离了咱本具的大感呢，就是爱去对治哇。外境要一一证实了后，咱才讲是叫做觉悟啊。但是呢，虚空无边际啊，时间、空间啊，无边无际，所以呢，咱要安怎样去对啊？生命有限啊，时间短暂，唯有呢。咱爱赶紧向内找，找咱这点依佛同定的本觉吼。所以啊，这种法啊，离咱无远，就是呢，放出去了后呢，要对照啊，那就是啊，真长咯吼。啊，唔过讲过去啦。是一念无明啊，生三世，三世非常极细极微啦，这种的烦恼，这种微细的烦恼不断给咱累积、累积、累积间呢，业作业累累呀，所以一定呢无明覆盖着，所以啊，人生讲起来。那是真虚，那因为呢是不断妄念起，所以不断不断加盖着。其实呢，每一天啊，那拢是的如实如虚啦。但是在虚中呢，却是真实，真的。要会当了解，真难咯。好，所以啊。要予咱更加了解呢，所以咱伫真实法甲方便法中呢，咱来用心来找佛陀啊，伫个讲法华经，为着要予人人呢开发追求真实道，这个念啊，所以伊才大爱放光。现水经过了弥勒文殊的对答，引起了过去的古佛教化，一定呢来比如到现在释迦佛在娑婆世界啊，开始在要显真实法，这个场合呢，咱已经呢。清楚啦，那是叫做四品，也叫做四分，就是啊，开始，这叫做经头时吼，开始要讲经啊，迄个引起了迄个因缘吼，啊，叫做缘起，也是经吼，也四分吼。正宗分啊，即马才要开始证明啊，讲遐久只是一个经头诗，经的开头的诗吼，四分之一啦。真正要入经文啊，就是即马才要开始，叫做正宗分，
总共有19品，而且19品呐、啊，那就方便品呢，就是为开始哦，所以啊是正宗分的修品哦，经啊有四本，搁在哦正宗分。还有流通分后边呢，要安怎来流通？所以啊，《法华经》啊，总共为28品。过去已经呢讲4品，那过来的正宗分是19品啦、啊。这呢，总共嘛才20哦，后边也搁有另外的8品，是要安怎？去流通、哦、所以啊，现在才要开始的正宗分啊，4品中啊，先是上帝要说妙法的意思，真的，这两天来一直要跟大家人讲，在迄个4品中啊，就是安尼真正的委屈哦，真委婉呐、啊。要甲大家人安怎样好心呢？哎，会当念起引起了人人的注意啊！可见佛陀的时代啊，法已经讲到42年，才开始要听闻本怀呢，也搁都爱安排遮尔真多吼，安尼婉转委曲啊，安尼来显示。才会当引起人人呢，迄、那个重视甲注意吼。何况讲咱即马的人，到底是爱讲偌久啊？啊，讲偌济呢？才会当通引起大家人的重视甲注意呢？除了重视注意呢，要安怎样这个法会当入心来，甚至呢，身体会当力行这个？也看起来也阁是真远啊！吼，亲像太阳光啊，未来到地球啊，都爱有8分钟的距离哦。何况讲吼，咱要了解这个真实法啊，道理要入心落去呢，距离唔知有偌长啊！实在是真难以切啊！吼，所以咱呐，现在才要开始呢，讲《法华经》的意思，佛陀的本怀啦，就是呢，经过了这么长委婉呐，才有法度他来显示。所以，讲解说本经之中四品呢。安尼遐尼真委婉吼，那委婉婉转呐吼，遮尼真婉转呢啊，安尼挖来挖去吼，啊，才会当甲这个人的心呢，好好啊啊，该调整啊，一个聚焦。总共一句，咱的智慧啊，实在是足薄弱的吼。咱现在的人呢，讲敏锐、敏锐哦，也阁是真差、真钝呐，无偌尼正敏锐吼。那咱的知识啊，也阁是真混沌吼，就是讲散掉去啦，真的。就是咱凡夫啊，咱即马爱把迄个智慧集中起来，观念爱集中啦吼，才有法度了解佛的教法啦。所以《妙法莲华经》就是佛的本怀呀、啊，如一心大法
是成佛唯一的教法啦。佛陀即马要讲的是一生大法哦，是要成佛唯一的方法咯哦。那就亲像伫咧坐车，从这个所在要到遐，看你要坐什么车，或者是要坐飞机，或者是喷射机哦，搁较紧的吼。那这就是大乘教化，有知识的人啊，就是顿悟吼。忽然间一念间，伊就会当顿悟。也那是顿根基的人，就是渐渐啊来吼。那这就是咱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一心大法，要安怎样好？咱会当赶紧开解。理解那《法华经》呢，都是专门啊，伫咧讲这个一生的道理，所以请大家啦，用心啊，啊，心爱念记在一起呢，才有法度去体悟佛陀所说法。想大觉者体悟宇宙的真理啊，一念动三千呐、啊，幻时间呐、啊，就会当遍历十万亿佛国。可见呢，这个宇宙啊，偌呢真辽阔，非觉者不可知啊。所以两千多年前的释迦佛啊。现在的苦厦，慢慢一定的在证实，所以请咱大家来缩小家己，不要太自我，自我太大了，咱的智慧光芒就愈散愈失吼，就是散失掉去，一定要泥沼起来。所以啊，请大家啦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